你这 CD 怎么租啊？ CD 1000块钱一天。啊、嗯，那一个月呢？一个月能不能便宜点呢？一个月的话，2万块钱了。行，那就来一个月吧。行，我再给你拿钥匙。嗯。哎，老板，钥匙。行。慢点开嘞。慢不了。能不能做个汽车产权证呢？200啊。行，那你帮我做一个吧。啊，做得像点哈。嗯。我现在就把它挂网上卖掉。美女一手车，无中间商赚差价，客户卖客户。哎，这23年的奔驰 C 这么便宜啊，才12万块钱呢、啊。喂，老板。喂。你那个奔驰 C 12万块钱的还在不？在呢。那个位置在哪里啊？在昌东大道这边。那还能便宜点吧？必须能便宜啊！你来吧。那行，那你在那等我哈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好。这便宜不捡白不捡的。哎，老板，是这车要卖吧？啊，对对，你看看车吗？我看看呢。啊，这车质量都是没问题的，都是有保证的。你看啊、哦，这小姐的一手嘞。嗯，这车是不错，就这内饰哎，差点意思哈。内饰啥意思？拿钱找嘛。啊，那能优惠多少嘞？你说嘞？10万呢。卖你了。哈。哎，那拿身份证给我，我给你办过户。哎，喂。哎呦，我这正要买车，哪有钱给你装修啊？哎，没有没有，那这我身份证。行，你等我哈。啊，好。喂，老板，你上次不给我做了一份产权证吗？你重新给我做一份。啊，对，你下面给我打一排字，我要过户给他。啊，行，我再给你多加200。行行，我先过去取哈。嗯，美女。啊。证办好了。啊。是不是你名啊？对对，是不是你身份证？是是是。啊，你直接转账吧。啊，好。你扫这个码就行了。啊。啊，过去了。好，行。啊，那你慢走了。啊，那谢谢。啊，用这一罐哈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喂，兄弟，你那个奔驰 C 啊，到期了，你还租不租啊？租啊。租的话，那你把租钱打过来一下喽。打不了。喂，兄弟，什么意思啊？没钱呢、啊，打不了啊。喂，你要是没钱的话，那我就安排拖车给拖回来嘞。你要拖回来，也要看你能不能找到车啊。你能找到就算。喂，我的车，我装的 GPS， 我能找不到吗？我可以给你一个温馨提示，车就是昌东大道。再见。咦，他把我电话给挂了。我的车我能找不到吗？不可能！什么情况嘛？我车呢？啊？这定位显示的就是这里啊！哎呀，那咋就剩个 GPS 了呢？